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，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俄疫苗可谓大变脸。此前，欧盟仅考虑使用英美疫苗，有西方媒体还贬低甚至抹黑中俄疫苗。但是，新冠疫苗的短缺和严峻的疫情形势，让他们不得不放下有色眼镜，对中俄疫苗示好。一些欧盟国家高级官员和领导人开始松口，呼吁为中俄疫苗开绿灯。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，当地时间2月4号，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在推特上替中俄疫苗发声，他称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疫苗公司提出申请，欧洲药品管理局应当检测疫苗适用性，但是在审批时不应该有地缘政治禁忌。库尔茨还补充表示，所有有效和获批的疫苗在对抗新冠疫情中都很重要，如果世界想结束由新冠疫情引起的全球健康危机，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。截至目前，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了辉瑞、莫德纳和阿斯利康这三种疫苗。去年11月，库尔茨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，由于奥地利方面与欧洲供应商有合同义务，所以排除使用俄罗斯卫星V疫苗的可能性。奥地利使用的是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，但这两种疫苗的供应出现问题后，该国的疫苗接种计划被迫推迟2周。在意识到欧盟可能靠不住后，奥地利开始转向中俄疫苗。当地时间2号，俄罗斯疫苗传出有效性91.6%的好消息时，奥地利卫生部被问及是否考虑使用，他们给出了相对肯定的答复，表示如果欧盟批准更多疫苗，奥地利当然会认真研究这些疫苗的使用情况。除了奥地利，欧盟其他国家的态度也已发生转变。欧盟成员国匈牙利已经率先批准了中国和俄罗斯疫苗。德国卫生部长斯潘表示，只要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获批，中俄疫苗在德国使用将没有任何基本障碍。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提到，塞尔维亚使用了中国疫苗，其接种速度更快。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暗示欢迎任何符合欧盟标准的疫苗。他还提到，中国在疫苗生产和出口方面的效率让我们有点羞愧。由于欧盟已经自顾不暇，一些巴尔干国家未能接收到疫苗，他们开始向中俄寻求帮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塞尔维亚最初并未完全将希望寄托在欧美国家，而是积极与中国达成疫苗购买协议。在中国疫苗运抵之后，该国疫苗接种工作实现了飞跃，已成为欧洲大陆人均接种率最高的国家。种种因素影响下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态度也更加软化。当地时间2号，他表示，如果中俄疫苗生产企业能提供所有数据，欧盟可能会批准使用其新冠疫苗。